在一个没有根的地方，风浪一来的时候你只可以挣扎，一挣扎的时候很多人的情绪就会出来的。所以其实这十零年来在香港是越来越生气的，所有人冇得揀啊，逆来顺受得好紧要。而好得意嘅一样嘢就系 ，the best is yet to come。其实呢个系英文嘅谚语嚟嘅，即系大家成日都讲嘅。咁但系就咁啱就俾我得到一个灵感，就变咗做中文咯。咁啊，最好的尚未来临。咁但系原来香港人不嬲系未真正开心过嘅，大家都系坚信住。你一路揸緊拳頭捱落去啦，最好嘅就會嚟啦，就係咁啊！一個音樂人，一個創作人要做嘅嘢就將自己嘅本分做好。我哋係賣藝嘅，其實。但係如果喺聽眾或者觀眾喺我哋嘅身上揾到一啲生氣，揾到一啲可能性嘅話，那個是 bonus 咯。邊個唔想個社會和諧同埋冇矛盾嘅？但係邊個社會冇矛盾嘅咧？每一個地方都有佢自己嘅難處，但係我希望睇到普選先。第一，第二，大家有空間去生活，然之後做自己嘅選擇，又或者係選擇自己嘅生活。